哎呀，我们水晶呢？你翻不翻啊？你这样水晶，你说什么话嘛？刚才好像你水晶来电话。啊？哎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那个刚才不是我接的电话，那个不是那样的水晶啊。哎呀，我头疼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媳妇儿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人家在用我水晶怎么舒服？人家在用我水晶怎么舒服？哎呀！